就在 BOA 3-1击败 VG 后， AG Cat 被弹幕老师问到明天 AG 能否打过微博时， Cat 表示不知道看状态，但他却说打微博他有法宝，并且之前在微博发过，大家能猜得到，怕观众不知道还补充说此法宝是特意去外地把他拿回来。明天能赢吗？这我不知道啊，看状态吧，看状态吧，但是我明天我有法宝，打微博我有法宝。什么？明天告诉你们我有法宝，你们应该猜得到，我之前在微博有发出来过我的法宝。是从哪里拿的？一个我特意去外地把它拿回来的。哦，此话一出，小柴哥瞬间感觉 Cat 所谓打微博的法宝极有可能是他之前去爬峨眉山带回来的打头棍，太有节目效果了。